给了你一份汤吃，呵呵，再拿俩面包。那哪个？哎呀，都一样。拿这种五汁汤的呀。自制的。啊。行，给我们去搬了。谁给的糖哎？你说美女老板娘。对，现在没买东西了，咱开始出发吧。出发，今天早起的比较早，起得早。一会儿到俺姥姥家了，哈哥。啊。哎，爸妈嘞，咱姐嘞，咱俩大姨嘞。哎，我俺家给你送来。那都我说谁家里的爹他喂。这这今晚不去，俺老娘俺姨呀，这不是都准备好了？啊，走，买了，过年嘞，买了。爹在这不用给祖宗磕是呗？来姨，多还能吧？来姨，不去家了，姨夫。不要看啊！哎，给咱哥哥都去拜拜年了。哦，那大拜着，那大拜着。这是哪？啊！我这回本来就开捆儿，这是谁来的？我说大哥的，我感觉捆上了。坐这谁是吧？啊，拽了这个。姥姥给个大红包。要不要哭醒的杰森？你看大红包，爷爷给一个。我不哭了，我都要。拿红包啊！哎，拿着红包，拿着红包，喊老姨，喊老姨，是这个意思？再喊老姨，俺还老姨嘞，俺害羞喊嘞。妈，妈，这车给爷爷的，你看，这就是车给爷爷。啊啊，你要换换，开要吧，你们。给姨，给姨。你看，俺不走，给。啊，开始开家吃。给。啊不。啊，要吃。压岁钱，你给我，你看我要了啊，我要了红包了啊。啊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好的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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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的，来，系个带带好吗？好的。下铺，下铺，下铺。